深圳暫停粵港互認隔離醫學觀察政策。以往喺香港完成隔離14日，二十四小時內手持香港發出嘅檢疫令同埋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入境深圳，就可以豁免喺內地再強制檢疫14日。深圳市口岸辦公布收緊豁免政策，暫停互認。喺香港隔離14日嘅人士入境深圳之後，仍然需要再接受14日隔離醫學觀察。